进入表演秀最后一个席位，让我们欢迎李维珍。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总是梦魔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沉默，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看不见终点在哪里，深邃又吸引我的心，我就在浪里飘飘荡荡，爱有时忽高又时低，对着我向前每一天，曾经我放纵享受，到最后无处解脱，越心痛就越快乐，越想快乐越寂寞，也许明天。最后一个席位，刘欢老师。李维珍，我觉得今天你刚才最后的这一次表现有一点失控，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个爆发的这个位置上，我们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，但是千万请你保留住你现在的这种真诚，这是我非常非常看重的一部分啊。至于大山呢，我觉得今天你也真的是拼尽全力了，而且你今天恰好在这个时候选择了一首更丰富的歌，我觉得大山好像更好一些。答应了，我跟刘欢老师想说的非常一样，我觉得大山现在的表现才是自己，非常喜欢的那种唱法。
李维珍一上来有点失控，你要学会在舞台上的控制。有两位老师都讲到了你刚刚有一点失控，你想说些什么？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知道后面没控制住，因为我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写出我的心声。冷漠的人，谢谢他们曾经看清我，才让我一直坚强地往下走。所以最后那一分钟，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我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，这就是真性情的我。我打断你的话，李维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每次我在听你在表达这个心里话的时候，你有好多的都是不开心和愤怒，其实你有的时候把它化解成在台上你需要享受你在那个音乐的过程。好的，老师。对人杨坤老师，李维珍跟这个大山都是以高音著称的，大山今天也超乎了我的想象，今天他是真的是用心来歌唱，他挑了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。大山，李维珍，最后一个席位，让我们听听我身边这两个很会唱歌的人他们的梦想。我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唱歌，就唱给自己听，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得到大家的肯定，给我一种动力，让我对音乐的梦想更加坚定。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这个舞台上继续走下去，把我们的原生态音乐和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，我会永远等那一天，所以我要一定要留在舞台上。最后一个席位，阿林老师，现在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间了。李维珍从第一首歌开始到现在，他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歌手，而只是保持高分。大山，他的进步让我非常惊讶，啊。事实上我也没有听过他唱节拍比较长的歌。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的表现跟我对未来接下来的表演，我会选择留下来的是大山。恭喜大山成功。吟唱生命的哈密族小王子最终没能以惊人的掌声送给维珍，好吧，送给李维珍。但是我们祝福他保持自己最真的歌声，一路勇敢地唱下去。